识是输吗？对啊。不暗恋吗？没有了，没有，没有。有收过早餐吗？没有。我为什么要送早餐？早餐不是在家里吃完？早餐不是在家里吃完？动作比一下。你有发现大家说你是小许光汉吗？嗯，有。你很开心吗？还蛮开心的。就是因为你们从小就是打桌球的嘛，然后这次可以跟到就是这么传奇的选手，就是红杰哥哥一起开心。很开心啊，很开心，非常开心啊。看到他就觉得他有偶像感。嗯，有。平常都只能在电视上看到。他们都给他签球拍，然后有一个球。看到他们小时候的练习的过程，有哪个地方你就觉得，哦，对，我以前最讨厌这一段之类的。我说教练就这么讨厌，就是一直被教练骂，被教练打。问一下，当校队会被女生注意吗？哎呦，是输吗？对啊，不暗恋吗？没有了，没有，没有。还是因为你已经有女朋友了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了，真的没有。没有收过早餐吧？没有，所以你有收过喽？对，红杰哥有收过。现在这个年代不流行送早餐，为什么要送早餐？早餐不是在家里吃完？早餐不是在家里吃完？之后还想要继续演戏吗？还想是会想，会想要挑战什么样的演出？什么样的角色？什么样的角色？是我一直想过，我想要演那种就是学校那种流氓啊。哦，这个可以。加入谁管？加入谁管？为什么你觉得帅吗？还是怎么样？我也不知道哎，就是。比较叛逆的，对，比较叛逆的。我觉得我适合演那种被虐待。